类似是啊，吗？没有啊，他不是就是兔子撞到一棵树上面，啊，猎人就是为了不做事，等那个下一只兔子就在树种下下，来，对啊，就树下不做事啊。但是我要做事啊，我要砍树树才会倒。哎咻，哎咻，就用体力回好慢哦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陷阱，都会想要主动去踩。去踩啊！你踩踩看啊，会怎么样吗？我不你会踩翻不啊，下我是不知道啦，会启动，可是你应该是不会被调走啦。不会不这会，样。它不会被调走。对啊，不用怕。可是会被启动。对。哎，我问一下哦，我们家是不是有一个墙爆啦？啊？哪边？面对房子右边有个墙，是不是爆开啦？对耶。它开动了。应该不是我害的吧？你说树倒撞到吗？对啊，哎，怎么没砸那棵树？那只鹿？那等一下再补吧。这可不是很容易的呀。真的，你怎么用的？教教我我。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呐、啊。你都讲奇迹了。有来了来了来了，谁录吗？鬼啦！鬼。2只3只，哎、欸，你放下你放我下，放下，我放下，我跑，我跑。你要打哦，这边要打哦。局来了，嗨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多多在开死再，矿，再真滚，的。再滚。真的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吐掉了，还没，啊，还在我这。外星人呢、欸？他手会红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。一直滚来滚去的，最烦。啊，应该也找那个谁，拉汉来的。然后他不要，他没玩啊。他没玩啊、哦，我说，我可是昨天局有问在玩呢、他。欸。啊！跟他讲，我有问他，他啊、说：“你、欸、看，我都已经射到头了，这只鹿还跑，跑呀！哎、欸，靠边！这只鱼被晒焦啦，直落落。盖房子哦。吗？”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门先别盖了，拜托，我们进出方便。那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太喘了吧！我这个人物很容易没力耶、欸。追个路就追到没有力。我的卡住了。卡住了，等一对下啊，啊。有时候在等那个主机登录很慢。狂哪里呀、啊？那看我看看这个计算会不会砍到朵朵？哎，在地上，靠边！你这是可？看看会不会倒你那边嘛？一定会啊！不会啦，为什么？刚明就往你那边砍的。你的楼梯好歪。怎么可超歪，看，算完了，好好的。哎，满怎了样？满你了想满了，打我是不满了是？满了，没有那啦。给你推，我扛这2根回去。你等我。鸟窝盖好喽。为什么这个沉下去？
要穿哦。不是拿那个什么可乐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恢复体力？要吗？可乐吧，饮料。哦，平台好了。啊，你不是要啃？啃啥？我动作你要帮我啃哈？放在车子上啊。再看一下，我回去弄，放回去。啊，你说我，你以为我要围到哪里啊？我要重开，哦，关不了哎。Auto 加 I 不是，有我按了。梅子是不是有点欲罢不能啊？欲罢不能是怎样？梅子在做啥？他越盖越远呢、欸。把我们家围起来，看能不能盖一个长城之类的。这个一个人到底要怎么玩哦？我就不懂啊，怎么会有房子里？怎么会有人敢一个人玩这个游戏啊？要躲在房子里面，只有白天可以出来。而且不是白天就安全。对啊，像昨天我被六只野人围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是谁？菊，你是不是把这个墙给补了一点点？什么？我？还是梅子？ 我怎么了？梅子是不是你？我还没上线呢、欸。梅子是不是你？从门那边吗？门进来是干嘛的？吓人的啊！门是用来吓人的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朵朵？吓死人。门进来就是要进出的，你干嘛要从漏洞？那个洞就方便呐、啊，好钻呢、欸。那那边可以再盖一个门，就是莫名其妙。哎、欸，朵朵，我看到了。冲啥？快点啊！我看到他在看你了。嗯，小石头。谁、啊？妹子，你等我一下，有鬼哦。对吧、啊？没关系，那你先弄。为什么不能滚啊？问他就可以滚，为什么不行滚、啊？叫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牙齿白叫？叫什么叫？我已经懒得扛他回去了、欸。我扛，我扛。快点，我把木头装上车，就要回去了。快帮我把门打开！门是开的、啊，哎，谁关门呐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看不到路，救救我！两只飞车不能。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呀、啊，你去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你看对不对？梅子把那边的门躲起来，知道？救救我！我可能是开不了门。巴古，巴古，巴古。你在哪里？快！天黑了，快进来。反正我们墙壁那边有一个洞的，被堵起来了。哎、欸。你就在外面了，烦死了！我是要先盖墙还是先盖家啊？家吧。家差不多了，家已经有可以存档的地方了。好。可以遮风避雨吗？可以。有野人，有野人，有野人，后面三只。真的吗？我去玩。对，后面。因为我现在在二楼看到他们，四只哦，四只，在左后方。有人在那里。本心是去找人家玩，是不是啊？找不到。定一个方向，往左边的门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。那赶快赶快把那个把围墙盖起来，不要让本。来加油！进来吗？你们最好，你们最好快一点，不然把门破了、哦。
我靠！加油，跳过去。打下来吗？你怎么偷拆人家的门啊？没有礼貌。还有声音呢？嗯，是这样。这里好黑哦。哎、修门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还有人在打啦！奇怪，在哪？来你在这里。不是啦，我在补，我在修墙啦。他被打死了。原来是你在修哦。对啦。还有呢，他被敲死，不是他刚他被外面陷阱敲死了。后面冲过去了，走走走走，在哪？哪里啊？不见了，冲去哪？这里啊，前面，前面，来来来，哇哇，为什么是打我？我画面黑白啦，我也黑白了，快跑啊！快吃肉，快吃肉补血。他这个是砸死谁啦？砸死兔子，看。剥皮剥皮，哎、欸，这样子你也有剥到皮，我也有剥到皮，没有吧？我记得不会耶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刚刚同时都做了剥皮的动作，哎，啊，所以这样有吗？不知道，我身上好像没有，好像只有鹿皮，我身上还没有，哎，哎、欸、哎，我只有蜥蜴皮，喂，哎、欸，鹿皮啊，有有，我有个兔子毛皮。可是这个不是我刚拿，不是我剥的。好了，梅子你可以填充了。我们家里面是不是可以插火把？是呀。哎，跟观众讲一下那个我的台现在有那个 Discord 的群组啊。就是专门给这种就是跟我一样平常没有朋友的人可以揪团出来，就不是出来玩，是在线上玩的。你这样讲的好像我们都没有行情耶。不是，我是说我没有，所以揪你们呀。是说我这边跟观众说，你们也可以来揪其他的人一起玩游戏，不要那么可怜自己玩然后被怪霸凌。咦？亮手手，哎、欸，手手跟脚脚怎么都满了？这个一直亮着会腐败吗？不会，它会黑掉了。哦，黑掉就没有补什么。补吗？真的吗？哇，那里好多野人在海边游泳。真假？哦、游泳的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那边跑来跑去，就在玩，追不到我。为什么我看不到啊？在那边啊，远远的。你那个不是？哎、欸，可以踩啊！他们跑掉了。你们怎么上去的、啊？这里有楼梯啊。外面吗？哦，这里看到了。虽然歪歪。哎、欸，没关系啊。跑掉了，野人。我靠！我靠！我掉下来了。因为还没盖好，你从哪边掉下来、欸沒？没有木头了，就往前走一点就会掉下去了。哦，因为还没盖篱笆，这样等一下就可以做个瞭望。他，我帮他捶背，我怕他太累。没有，你在干嘛？在干嘛呀？正在捶背。到处找地方可以敲的。说什么？你把植物都敲坏了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没差啦。有观众说，鱿鱼为何要一直吃野人？啊，他肉就一直来啊。野人烧肉放题哦，烧肉放
上题。拜托，有没有去过吃到饱的餐厅？就是这个情景啊。有送上我们，有送上我们来的东西，谁要出去觅食啊？干，谁还要在那边辛辛苦苦搓鱼呢？没有啊，当然没有要搓鱼啦。没有要搓，大家就是服务生自己送上来，为什么还要自己？对啊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大家都自己跑过来让我们吃，我干嘛去捕鱼？这也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那些鱼好像很多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那都是一开始的啦。从来没搓过，到后面就没有再捕鱼了。哎，他那个站着不动会自己滑下来，天哪！对啊。哦，点火了，好亮啊！我们是不是应该做那个大的？哎，昨天淋雨做那个萤火怎么不见？打掉了，因为没有整到大。对呀、啊，有人不小心挥到，昨天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回溯。是不是？你是 不能一心多用？我没有，不是，是我以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存档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就直接下了，我没有想到 A 竟然还有可以存。哎、欸，如果我在手上就是那个干燥的手，我直接吃掉，我手上跟地上都不会再有骨头、欸。哎，一定要用烧的呢。对啊。对啊。这里就是用烧的啊。要用烧的才有骨头，才能做护甲、欸。对啊，骨头被我用光光了呢。哦，还有一篮在里面，还有一篮在旁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要存石头啊，石头看起来是满的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风水宝地啊，石头会一直自己再生啊，而且再生速度超爆快。这应该盖石头围墙才对哦。哦，好像比较稳哦。真的吗？围墙很矮哦。很矮啊，可是他们跳不进来啦。所以可以在外面戳它。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没有，当时没想到石头会一直升啊，谁会想到？当时谁知道这里有办法这样呢？那为什么树好像都没有长高啊？啊，天空做的蛮漂亮的、啊，怎么没有椅子了？椅子哦，敲掉了、啊，被我敲掉了。来做个椅子。家具是不是？坐啊坐啊！哇，坐错了！看我是骨头人，没空看书，我在看书。喂，喂。喂喂，你刚刚有被我强制打断看书？没有啊，只是你在挥我，我一定要关掉挥你啊！哎，我在看，如果脚跟手那么多，我可以做那种雕像啊，不一定要吃啊。你是说插的跟一个千手观音一样吗？这个、是看那个大雕像，它要九个头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嗯哼，你的修复锤嘞？哎、欸，怎样了？看它是不是歪歪啦、啊？这个灯。灯？哎、欸，对耶，为什么呢？它是坏掉。要重用哦。没有没有，你的那个修复锤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。哇！怎么是这样子啊？头歪了。这么厉害。那朵朵，你有需要敲一下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它只有绳子，没有梯子。你们刚刚在做什么？他们要做椅子啊。那椅子在这啊，但是没有那个，有歪吗？看起来是啊歪的哎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这个你可以按 C 呀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按 C 可以拆掉的。这是武器架是不是？对，武器架。对，那我想说要不要做个护甲架哎、欸？
做个护甲架好了。这是武器哦。就服务员一直送上来的啊。哎呀，好恶心哦。那个是餐具。有一个手哎、欸。哪里？哎呦，摁错了。哦，对啊。而这不是蛮痛的吗？只是又按错了。服务生送来的啊。你看他那个手拿的地方是舌头哎、欸，怎么听到火鸡的声音啊？没有哎、欸。火鸡好像有。你是说东石大火鸡的声音吗？不是啊，哎、欸、对、欸，怪物的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舌头呢，在我的手那边。做个护甲架，大家有护甲就放到这个架子上来。可以坐在那个家里面啊，不然我们家空空如也。没关系，我们家里面可以放柜子啊。可以放人头雕像啊。柜子，然后里面就放很多颗人头。还有很多怪物的头，不是很多动物的头。动物的头，冲啊！干嘛？你要出去啊？我想去砍树。树，好啊。我是不知道这一根是谁放在这边的啦，你不觉得很白目吗？啊、这一根，一根在中间。等我把这敲掉，这也不会亮。走走龙具。哇，而且卡的刚刚好。对啊，我一开始想说是，对啊，想说是谁放那边不想弄掉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还没有吃饭，先吃饭再出去。你吃饭喝水啊，小呆瓜。喝水，我们是不是要没水啦？对啊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超大声哦！超大声欸！哥吉拉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肚子叫，我要回去吃饭。你看，你也要吃饭，对不对？刚刚肚子在叫，不好意思。吃饱才好出去工作。你们要去做啥、啊？砍木头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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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我看到了。我吓到吃手手了。跑进来跑进来！门怎么关？门不能关嘞、欸。按一啊！小心小心追你了。对啊，他锁住了。哦有关了关了。哎、欸、啊那他嘞死了吗？有一只被关在外面。梅子也被关在外面，两只在外面啊，两只，我把门关起来了。吓到冲，吓到冲进来吃手手。啊！你就很凶哦。哎，不要在这边，不要在这边，不要在这边，搬这边剁回去，对你这边剁尸体太难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个那个武器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武器这么多了吧？我知道了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的车车怎么不见了？我在帮你推了。谢谢你哦。卡树了。哎，没事。你是想说你要砸到我的意思吗？嗯，不会啦，只有朵朵才会这样。哎。就那么刚好砸到那只兔子。鹿啦。哦，鹿。不过你刚才做的那个什么陷阱，你打死一只兔子哎、欸。不是他。他是被那个启动到的，被那个怪启动到。对，我刚砍到一半，突然那个人也死掉了。啊！突然你们说砸到兔子，我也很心凉啊。看看你怎么对你们的兔子的。登山绳不？你们会用吗？哇，什么东西？就是登山绳可以直接爬到上。不会耶。欸之前测试版我有做过啊，我是有做过登山钩啦，登钩就是攀岩用的，这
是就不能直接上去了？哦，你说那个树屋的吗？那个很像瞭望台的吗？就是有一根可以爬上去。我们往这打。而野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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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人来了！哦，他超不像野人的哎。啊人嘞？我在后面。我怎么打我？干我屁事哦！啊，还有一只在家里跑进来了。哦呦呦！屁股！等下这女的怎么？我要低头打她了。你眼睛闭起来打她，说你没有看到。不是啦，叫观众闭眼睛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哟，他看起来想打我，明天去戳他。所以你看，食物一直送上来，谁要捕鱼啊？这也不会，这也不用捕鱼了。哇！满了，满了，走。欸、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快跑了，我快跑。有，我先走了。他跑去哪？逃走。他跑超快。开加速器。我烧了一些肉肉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补充我们的骨头。算了，他应该回家了。有一只鸟一直在我们家窗户，哎，它是被卡住了。狙你干嘛？你狙你怎么了？狙你怎么了？射它！我再先把这个弄过去啊。没睡。哎，为什么不直接搬上去？这个这么近的话。我想说学你啊。抱歉。做了太智障的事情。哎、欸，你们来吃肉啦！呀吧！吃肉了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火堆里的肉吃一吃哦。火堆里的肉，我去吃。吃饱再上，吃饱再出门。好像可以在一楼直接放。不行的样子，我刚靠着他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要出现的。角度。哎呦，怎么那个？还有吗？没有。有野人喽！屋顶，我不盖你屋顶。有野人喽！没看到。他刚刚从你那边绕过去。哦，在你后面啊、哦！真的哦，开我的！你还要把木桩打爆了，你这臭野人！盖个屋顶要82个木头，我点不起来，算了。是啊，82个是喊那个围墙。嗯，对。想说，这是个屋顶。满了吗？满了。那我带回去。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先砍一些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妹子哎。哪一个？这里啊。喝醉的对不对？嗯。
他等着人家捡尸。他刚刚跑来找我。难怪你要闭眼睛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奇怪的蜘蛛怪跑过来了，什么啊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大只的吗？那个，沙威玛，沙威玛，终于来了！为什么又是打我？真的很坏，为什么？他叫的好大声哦！我好怕打自己人，会打到自己人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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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沙威玛很棒哦！有一只冲过去了，有一只冲过去了，后面。你干嘛一直绕这个石头啊？你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想玩石头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沙威玛皮都要剥，可以做护甲、啊。大家都要剥吗？对，每个人都可以剥。沙威玛的皮。可以剥皮、啊。可以做很棒的护甲。沙威玛，好饿哦。那沙威玛也可以分食吗？分不了，它的肉不能吃。哦，它就是一个护甲的存在。啊，护甲怎么做啊？送护甲，送护甲。我忘了、欸，反正它护甲是最硬的。它最硬啊。嗯。唯一护甲，哎、欸，它职业装备、欸。我穿的什么啊？你的手，你的手被一团口香糖黏住。哎呀！你之后就看到我们全身都是口香糖啊。你自己看不到，那你快点，你快装备。哈，哈什么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没有啊，你点了吗？哦，好了。有啊，好饿。你自己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，只我是看在我手上啦。是一团什么鬼东西？哎、欸，已经身体裂开哎、欸。身体裂开，已经、哦、你拿在手上了，拿什么？哎、欸，他的头不是可以砍，可以砍掉吗？啊，可以烧吗？帮我们去烧烧看啊！我刚想说砍给他裂开，还有吗？没了吧？这是还可以砍，会不会就代表还有啊？你要低头砍都是往下劈啊。可是像是，嗯，然后我去烧烧看，没有办法，真的好像没有办法了哎、欸。飞机服，这么大的一个身体拿不动啊！这好像就没有特殊怪了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推着它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推的把它推回去？为什么要推回去？稍稍看啊，不然我们在这边用个萤火好了。对啊。它不能烧，对，可惜哦。哎、欸，小牛们树倒了，小牛们倒了。哎、欸，还好啊，没那么远。先把这个妹子一起吗？进行一个火烤的动作，能推吗？你怎么推？我刚才推得动哎、欸，现在怎么推不动？哎、欸，不见了吗？可恶啊！死了！可恶啊！系统是不是知道我们要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他是干嘛的了，他是战利品。战利品，我把它镶在我们家门口、欸，镶在门上吗？打野。